今天我要演出歌仔戏《慰劳国军官兵的梦想》，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我跟歌仔戏团顾问洪文栋以及团员们30多人满怀兴奋地投进金门的怀抱，都希望尽己之力带给劳苦功高的三军将士们一段美好的欢乐时光。我把李靖与红佛女的剧照装入袋中，用中空气球飘送到大陆沿海各省，送给爱好歌仔戏的大陆同胞们作为纪念。高空气球是空飘到大陆内陆去的，释放这种气球对我们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，所以大家都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等待着。当气球升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大陆的同胞将又有人会得到自由民主的福音跟民生必需品，就高兴地欢呼起来。我也盼望他早日达成任务。为了表达我们对英勇国军官兵的敬意，我跟团员们跑遍了大小金门的各个角落，深入国军各基层连队去表演，与他们一起同乐。我们卖力的演出常常得到热烈掌声的回报，我们唱得越起劲也越得到热情的回响。就连当地的民众们也扶老携幼地赶来观赏。我兴奋的心情被活泼跳动的战士们鼓动着，我的歌声被浑厚的男声烘托着，不知不觉时光消逝，浑然忘我。战士们纷纷跑上来把我围在中间，跟着节拍大跳山地舞，他们的热情融入我的歌声中，使我越唱越兴奋，歌声也越来越高昂。
情的战士歌声嘹亮，武艺精湛，常有神来之笔的杰作，我们叹为观止，不以回报，常以献上香吻聊表我们的敬意。谢谢林松峰，也谢谢我们徐先生。没声音不算是吧？每一支基层连队都有战斗的一面，也有轻松的一面。他们在执勤之余，也时常欢聚在一起，一方面松懈一下身心，一方面增进袍泽之间的情感。听他们节奏明快的呼叫声跟掌声相互呼应，多么令演出者兴奋呢！我们齐声合唱《中华民国颂》，随着节奏开展，也随着歌声拉近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个时候，我感到我们心连心，无比的亲近，革命情感纠结在一起。